的耶稣，是的耶稣，我们不仅仅是要单单的遇见你，我们要每一天被你来充满，耶稣被你的灵来充满，哈利路亚，主要让我们每一天都站在你的殿中，让我们就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来仰望你。一心称谢你，在主身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真实称赞你，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身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要随行在困苦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就要在每天清晨在你的圣殿中来呼喊你的名，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是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Amen. 是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耶和华，我们感谢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每天清晨，我们同心合一在你的圣殿中，我们就要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要称颂你的名，要传说你奇妙的作为。
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愿意每一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就是单单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敬畏的心，一颗顺服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愿意每一个儿女，主啊，我们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你愿意我们都把一切的大事小事也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你因为你是满有慈爱的神，你是满有那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恩典也是一生之久的。主啊，我们不要再让我们的在我们顺境的时候让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更要在我们的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来看见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仍然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是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段弟兄来祷告。主啊，尽管他现在，主啊，他身在困境当中，但是他四面被围住，但他必不被困住。主啊，但是他虽然他现在，主啊，暂时，主啊，他与我们分离，但是我们的心是紧紧相连的。主啊，他的心更是与主相连的。主啊，请你来感动我们弟兄的心，让他的心也完全的向主来敞开。主啊，请你把你的爱，把你的话，把你的光，主啊，充丰满满的在这个弟兄的心里面来感动他，让他的灵被你充满，让他每一天也是被耶稣来充满，被耶稣的灵来充满。我们相信主啊，在人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人看为是一座大山，但是主啊，你就是那移山的主，你就是那移山倒海的主。主啊，你能够让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主啊，你同样能让我们每一个地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同样能够过红海走干地。哈利路亚，主啊，你所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的迦南美地，主啊，那就是你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预定的命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让我们能够，主啊，跟随你，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的脚步不致偏离，让我们真的能够每一个人都走在你在我们命定中生命中的命定和呼召，让我们能够显出你的荣美，让我们的每一个言语，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都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这里就要来向你来呼求，向你来呼求，求你的膀臂来环绕我们，求你的慈爱，求你的慈爱来充满我们，因为你就是我们四维的盾牌，你就是让我们来抬起头的神。主啊，我们就每一天，我们每一天就是站立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凭信心站立在你的恩典当中，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哈利路亚，主啊，耶和华，我们在你的殿中，求你真的向我们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让吸引我们进入你的圣殿，让我们来欢呼，让我们在你的圣殿中欢呼来喜悦，因为着你这样一位救主，为着你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每一天主，我们把我们的心要完全的交托给你，把我们的生命也完全的交托给你，主，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完全的交托给你，主，因为在你的手中比在我们的手中更加可靠。主，我们一生的道路，主，你都为我们预定，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但主你都知道，求你来引领我们，求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都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赞美你主，求你每一天真的用你的荣光就充满在我们这个教会，充满在我们的活水得胜教会，让每一个来到你殿中的儿女，主啊，都被你的荣耀和充满，都被你的圣灵来浇灌，被耶稣，我们在这里要同心呼喊耶稣，耶稣，每一天我们要被更多更多的耶稣，主啊，求你来充满我们，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身体向你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使用完每来到你殿中的每一个儿女，主啊，求你真的让我们来塑造我们，你知道我们清晨就愿意来到你圣殿领受你清晨的玛纳，清晨的恩膏，主啊，求你来真的从高天上来垂看垂听你众儿女的呼求和祷告，主啊，求你的恩典如恩雨般的降下，滋润我们，来浇灌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就在这里来默默的观看你的作为，因为你耶和华就是在我们前面行事的神，你是在前面为我们开道路的神，我们就当安息在你的同在中，我们的得力就在乎你的安息。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安息在你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主啊，你就要向我们彰显你奇妙的作为，彰显你的信实，彰显你的权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能有这样一位天父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何等的喜悦，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每一天，我们就要在我们同心合一，我们就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主啊！当我们一感恩向你献上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来荣耀你，我们就是来荣耀你。哈利路亚，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当主啊，当我们把你的荣耀向你献上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慈爱也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主，愿你的荣光充满在圣殿，愿你的荣光荣耀充满在圣殿。我们相信我们是将来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耶稣，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一切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是的，主，我每天来到这里就是要寻求你。我每天怀着一颗相信的心，相信的心，我们就是来找寻你。主啊，你听到我们的呼求了吗？主啊，你听到了吗？你知道我们是这么的渴慕你，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主啊，我们追求你，我们相信依靠你。主啊，我们想把我们每天所有所面临的环境，所遇到的事情，我们都想让你来为我们做主，我们都想让你来为我们解决。主啊，你医治我们，你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主啊，求你这种大能的手能够呼召更多的人来到教会里，来到教会里与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歌颂你，来赞美你，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真爱我们的，除了我们的亲生父母，我们还有一位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我们爱你，你听到了吗？主啊，亲爱的主，每天我们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也不知道该对谁诉说。但是主，只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你交托仰望的时候，主你就聆听了我们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心里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除了你还有谁呢？主啊，我们爱你。主，亲爱的阿爸父，亲爱的阿爸父，你在听我的祷告吗？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样的吗？主，我真的很高兴我能来到教会，我来到教会，我认识了你，你就是我的救赎者，你救了我。主，我好感谢你，你救了我，你也医治了我受伤的心灵，你让我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主啊，请你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的呼召，能够得到你的医治。主啊，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但是主，你的爱是慈爱的，你是伟大的。感谢主，感谢主救了我，感谢主让我来到教会里，感谢主让我能够每天都能够跟你祷告，都能够向你诉说。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个姐妹平卑在你的面前的祷告。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来安慰她。主啊，你来垂听他所有的呼求。主啊，你自己安守在他的身上。主啊，让他真是这个爱慕你的心越来越增加。主耶稣啊，让他在你的面前被你塑造成为你使用的器皿。主啊，你将所有一切给他的意象意梦，主啊，你让他自己能够真正紧紧跟随耶稣的时候，主啊，你向他显现，让他能够真正知道你又真又活的神住在他的里面。主啊，你每一句话给他的都是是的。主啊，你在这里的忠心支撑他说的话，主啊，让他紧紧放在心灵里面。主啊，让这些种子能够成长起来。主耶稣，让他真是成为你贵重的器皿，荣耀的器皿，让他荣耀见证你的美。主啊，这个孩子是宝贝的孩子，是你所爱的，是你所拥有的。主啊，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唯独耶稣基督，你是他一切一切
切的哈利路亚的帮助，主啊，唯独你能够给他所有的需要，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他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主啊，你必垂听，也必应验他。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凡敬畏你的人，主啊，他必有你的恩惠慈爱垂怜在他。主啊，你祝福他的新心灵健康起来，祝福他的家庭兴旺起来。主耶稣，让他个人复兴，家庭复兴，让这个教会，主啊，在你的面前，哦，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的祷告，主啊，这个教会的复兴起来。主啊，从我们个人开始，主啊，让我们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是一条出路。主啊，帮我们这时候把所有的重担先给你，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担子，是心神的，哦，主啊，你的亏是容易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的姐妹，即使在她的心灵里面做工，主啊，让你做的工准的顺利。哈利路亚，主啊，将你做神的功夫，哈利。主啊，向他显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荣耀全归于你。主啊，你是作者为王的主，你是引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主。主啊，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里边，你主宰着我们每一位的前程。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清早起来来到你的跟前，不是为了求什么，是单单的求你与我们见面，我们也想瞻仰你的容面。主啊，求你按照你的信实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应当做的那一份。主啊，我们诚然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向你诉说我们的苦情，知道我们的难处，完完全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家庭有家庭的问题，单位有单位的问题，教会有教会的问题，社会有社会的问题，你就是那问题的答案，你完全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完完全全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这在你来讲不是问题。主啊，孩子把我们现在狱中的断地球完完全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你能救了彼得，你也救了保罗，我们的断地球你定能出手，你也定能让出狱。我们期待着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见到我们的断地球。主啊，孩子也把孩子的家庭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现在青岛有我们的家人，又有美国去的弟兄姐妹，求你看顾和保守，让这些姐妹和我的家人能有约见的时间，能有诉说你荣耀的时间。主啊，孩子为这事情已经祷告了很久，求你按照你的信实成就在孩子身上。感谢赞美荣耀归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亏是容易的。主啊，让我们这个弟兄把所有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所有的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宣告耶稣你就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撒旦魔鬼要退去，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有余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你的话放在弟兄的里面，让他常常在你面前祷告，不是问题，
问题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这次欢呼喜乐，因为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得胜就在我们的弟兄的生命中。主啊，你就是他的得胜，主耶稣实际上的得胜属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清晨起来把我们真的召集来这里。我们是一群你爱的孩子，主，我们依靠你，我们仰望你，需要你，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带领。主，求你真的是来光照，光照我们的教会，光照我们的家庭，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被你的光来温感，来照亮，让我们都来救你的光，得到你的帮助和祝福。主，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是一切的问题的答案。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主啊，来为我们的段弟兄献上祷告。主啊，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不敢做什么，只有我们依靠你，放在祷告中向你诉说。主，主啊，真的是你赐给的一颗主啊，真真实实的来认识你的心，来悔改到你面前，无路可走，只有主啊认识你。只有真实的主啊，寻求你，得到你的帮助，主啊，能真正的悔改到你面前，成为一个清新的人。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真的是同心合意的，主啊，把弟兄交托给你。主啊，你来真的是光照啊，让那真实的主啊来认识你，不是在糊糊涂涂的，这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主啊，求你帮助，帮助他，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能真的是能蒙你悦纳，能成为一个改变。主，谢谢你，谢谢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的国家需要你，世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需要你，他们不认识你，偏行了几路。主啊，也叫你不断的引导我们前的道路，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主，谢谢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主啊，保守我们的脚跟定你，跟定交通，跟定你的路线。主，谢谢你来祝福，主啊，来祝福我们陈导，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来，主啊，有时候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主啊，你知道一切。主啊，愿你的光来照亮，主啊，愿你差派天使天君来，在我们教会四面安营扎寨来做保护。主啊，差派你的火车火马来，在四围来安营扎寨来保守。主啊，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来提升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人感觉是问题，实际神在你里头都有答案。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我们同心合意的依靠你，主，愿你垂听我们，悦纳我们的祷告，愿我们的祷告，主啊，真的是全心全意的来向你诉说。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把一切荣耀全名爱戴归给你。一切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主啊，是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主啊，你就是这个教会的光，主啊，让你这个光照亮在我们祷告的人的身上。主耶稣，每一个人都得着你的亮光，主啊，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彼得见光。主耶稣啊，让你这个光现在照亮段弟兄的里面，主啊，让他的灵苏醒过来，哦，让他的灵魂心地都被你的光光照，让他身上的所有的黑暗权势都离开他。主耶稣啊，我们相信主啊，在这个事情上，主啊，我们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主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们只有相信我们的主，你是照耳朵的主，你是照眼睛的主，所有的问题你都已经知道，我们不需要在你的面前去解释，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定好的时间。哦，主啊，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主意成就在这个弟兄的身上。主啊，让我们正是在你的殿中能够和睦同居。哦，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殿中没有纷争。主耶稣啊，让你在这个座位当中做王掌权，特别在牧者师母的身上做奇妙可畏的工作。主啊，让你的灵浇灌他们，主啊，让你的宝血来洁净他们，主啊，让你的哈利路亚灯牌四面环绕他们。主啊，天使天君唯有在我们的牧者师母，唯有在这个周围的中弟兄姐妹。主耶稣，让我们不让仇敌来偷车杀害匪外。主耶稣，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让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让你的话
话来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没有你的话，我们进步不能走，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走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耶稣，我要我们为说，我们要做出来，我们要行在你的道中。主耶稣，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不才一样，用你自己的话语来祷告，不是用自己的理性来祷告，不是用自己的感觉来祷告，也不是用自己的哈利的思想、哈利意念来祷告。主耶稣啊，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行在你的心意中来祷告，就有作用了。主耶稣，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主啊，让你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的祷告。主啊，让你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口能够说出合你心意的话语。主啊，让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哦，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的全班的祷告，你的意念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见到这位神是有真有活的神。哦，我们的神有眼睛看到，我们的神有耳朵听到。哦，我们的心，哈利路亚，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主啊，你听到我们的心跳。我们没有出声的祷告，你的知道，你的应验在我们眼前。主啊，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人的祷告。主耶稣，不是乱去祷告，不是乱去求。主耶稣啊，不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去求，主耶稣按照你的心意来求。主啊，你必做成一切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每天早上召唤我来到你的殿前，让我在你的殿中祷告，倾听我的心里的话。我知道你是万能的神，我想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让圣灵充满我，让我荣耀我的主耶稣基督，让我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我们被圣灵充满，一切问题结束了，撒旦魔鬼退去，我们得胜了。我想用这些宣告的话时时刻刻警醒我自己，让所有一切的恶魔魔鬼远离我，远离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知道我现在祷告的不好，我希望我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我的祷告能力能会提升。我希望大家现在都为戴弟兄祷告，我也为他祷告一下。我希望上帝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的祈求。所有一切荣耀赞美归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哈利路亚，主啊，你听懂我们姐妹的呼求和祷告，现在将祷告的能力赏赐给他，让你的灵来浇灌他。主啊，将合宜的话语封在他的心中，当他想来祷告的时候，主啊，他真是在心里面发出的话语是从你而来的，是从你圣灵而来的。主啊，你天天用你的灵来浇灌他，天天用你的灵来充满他，让他的心心灵的得的健壮。主耶稣，让他祷告有话语，主耶稣就是从你而来的话语，从阿爸天父宝座来的话语。哦，让他真是在你的面前每一天听心吐意的祷告，无论走路，无论助攻，哈利路亚，让他哈利路亚守望心不亡，这样的在你的面前呼求和祷告。主啊，你垂听他心灵上哈利所有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清晨我们相聚在父的家中，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父啊，你都听到我们兄弟姐妹的祷告祈求，我不知道段弟兄他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不明白。但是父啊，请你用大人的手赦免他的罪，你能赦免我的罪，也能赦免他的罪。父啊，因为这个人蛮辛苦的，如果我记得的话，他还有脖子脊椎病的一些问题，因为在监狱中也许他的病会复发。所以父啊，你能够救保罗救彼得，你一定也会救他，让他能够听到父亲的呼唤。父啊，孩儿在这里请求你帮助他，帮助他，再帮助他走出困境，就像你帮助我一样的，不时的提醒我每天做什么事的时候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言行一致的活在这个社会上。父啊，我会牢记你的话，每天
来衡量自己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工作环境。父啊，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我们不要去做，不要试探父亲的爱。父亲，你大人的手一定要拉拔这位兄弟，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赦免他的罪。父啊，此上的荣耀是归于主，赞美是归于神，是奉我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我们来祝福姐妹，让这个姐妹的心心灵都被你掌管，让她的祷告不再一样，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在你的面前的呼求和祷告你的决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提升她祷告的灵，让她每一天的祷告不再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世间多么的动荡，环境多么的无奈，我们仍然继续的仰望你。阿门。因为你是做宝座的王。主啊，你是我们，你是我们拥有我们生命的，你是拥有我们生命的长存。主啊，今天。为段弟兄祷告，你一直到我跟他是同路人。主啊，其实我天天都为他祷告，主你听见我的呼求，主你让我，你能让我听全身而退，我也希望你能让他全身而退。主你怜悯我，你也能怜悯他。主啊，我跟他都是罪人，我跟他也是该死的人。主，虽然我们是不好，但是至少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向你祷告，能够向你敬拜，能够向你得奖。主，你不怜悯我们，还怜悯谁？主啊，用你显荣耀的时候保守断定。